截至到昨晚为止，香港的整体确诊个案是12980宗，排在全世界国家地区的第170位以后。这个成果不能够被形容为抗疫不力，亦都不能够形容为错漏百出。所以抗疫的工作不是口号式，抗疫的工作是实践回来的，是透过实践和不断地去调校，找到最适合香港去抗疫的工作。